回到国内，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高雄捷运的轻轨机场站，最近在网络上引发话题了。因为明明是使用台语播音，但是却用中文直译说轻轨。就台语学者建议说，应该要根据兼顾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以文化差异来翻译，呈现生活用词。俗语讲，一乡有一腔，里乡无里腔。如果来到高雄坐捷运，明明台语广播讲的是轻轨，就会有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美销公歹意。来到高雄坐轻轨捷运，到站了，但等一下，这个台语播音好像怪怪的。轻轨机场站，我不知道哎，好难哦。轻轨，如果是高雄轻轨站，你觉得应该怎么说，大家才听得懂？高雄新贵的高雄火车。轻轨运输系统是从英语翻译来的，又称轻轨铁路，简称轻轨，泛指所有在道路、街道上行走或高架或地下的电车。因为民间台语较少使用“轨”这个用法，因此有台语老师建议用台语较常说的“轻铁”、“轻便车”以及“轻型电车”来表达，以免产生误解。咱也是对语言拢有平等的看法，安尼华语会当一直有新词，台语嘛会使吼。华语会当创造一个新词叫“轻轨”，台语当然嘛当讲做“轻铁”吼。好像这样听起来比较有台湾味。原本高雄捷运工程局担心，如果直接音译台语，容易使旅客产生误解。才会直接用中文说轻轨。轻轨一词的台语即会依建议采用轻铁一词来发音。如同过去大巨蛋曾经翻译为大粒能，引发网络话题，最后高捷也决定从善如流，改以轻铁来发音。记者台北高雄综合报道。